好，同学们，我们来继续的这个鱼的部分。上面呢几节课呢，我们对这个鱼呢已经刻画过了，下面呢我们继续对它进行更深一步的刻画。大家注意看一下，我们现在呢。对这个鱼鳞啊，进行这个染色。我们采用的办法呢是一染就是一排啊。采用这个交叉式的这种染法，这种染法呢效率比较高，而且效果呢也比较好。大家注意看，我们是一排一排这样染过来。好，我们一排一排的分染。我们这个用的颜色呢，跟我们上一次用的颜色是一样的，也是用曙红加少许藤黄，少许墨啊。这个颜色呢，也是用的淡色。我们采用这个一排一排交叉式的染法，我们先染。这个往这边染一排，待会儿呢干了以后，再往另外一个方向也是进行这个一排一排的染。
好，我们一排一排的给它染过来，因为这条花鱼呢，我们白色的地方呢先留着，后面我们会用更淡的颜色来染。我们现在画的这条呢是。花色的啊，是红白相间的这个鲤鱼。这种鱼呢，我们一般叫做锦鲤。我们现在先染这个比较深色一点的。这个白色的部分呢，我们后面用更淡的颜色再来染。好，我们把这些深色的地方呢，一排一排给它染色染出来，注意每个地方都要交代到位。我们现在用的颜色呢，和我们上一遍染的颜色是一样的，用曙红加少许藤黄、少许墨调配而成。这个颜色呢，现在是也是用的淡色。我们现在这一步呢是分染这个鳞片，这个鳞片呢，我们用的是交叉式分染的办法。呈交叉状分染，我们先把。这个一个方向的呢，先给它染完，待会干了以后，我们再染另外一个方向的。
这个尾部上面有一些花的斑点，这些部分呢，我们也要一样的对它进行这些鳞片进行分染。同样还是采用的是交叉式的分染的方法。好，下面我们刻画一下这个鱼的头部这些地方。好，我们给它放大一些，做一个局部特写。我们把这个鱼头呢，进行更进一步的加深。先画出中间这条主线，然后呢，我们再刻画这个头的这个受光点。这个鱼头的部分呢，我们是一个重点刻画的地方，所以一定要画的不能变数不能少，而且整体呢，它要色彩要深一些。我们基本上就是鱼头要刻画的实一些，这个鱼尾呢要刻画的虚一些。我们这个鱼头它是个重点，所以要刻画的比较实，而鱼尾呢就要刻画的比较虚，这样正好有一个对比关系，有虚有实，有主有次。这个鱼嘴的部分呢，我们也稍微再刻画一下。注意要留一条这个水线。
好，这个鱼头的部分呢，就差不多了，我们再稍微调整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同学们，刚刚这个鳞片的部分呢，我们是朝一个方向已经画完了。现在呢，我们画另外一个方向，正好成交叉状。我们这步呢，就先从后面画过来了啊，也是一样的。因为这个鱼头这边还没干，所以我们等这边干了再画。我们这个染法呢，是成一排一排的染，成交叉状的染法。我们这次染的方向跟上一次方向是不一样的，正好成交叉状。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，不要有的地方染了两遍，有的方向呢一遍都没染，这样就不好看了。像这些小的斑点的部分呢，大家也都不要漏掉了，一定要仔细把这些有的部位呢都要画上去。好，正好成一个这个交叉状，我们这个染色的方法就是，我们这段话呢，这个鱼的部分是一个重点，所以呢，我们对鱼的部分呢，这个录制的视频的分量呢也是比较多的啊，所以让大家多了解一下。
因为很多同学呢都是第一次画鱼，所以呢我们这个鱼的部分录制的篇幅呢也比较长。今天呢让大家多一些这个示范的部分，多看一下。我们这个色笔呢，基本上是染了一半的位置，然后用水笔呢给它带开分染。我们基本上是这个色笔画一个，然后这个水笔染一个。大家画的时候千万不要贪多，不然干了怕染不开就不好看了。好，我们这条这个花色的鱼呢？就经过这个染色以后，这一步呢就差不多了啊。好，大家看一下这条鱼的效果，我们继续画下一条鱼。好，我们现在用这个干画法，先把这个鱼头画一下。鱼头呢，我们先画中间这条，把这条线先画出来。把中间的两个这个色光点留出来。
鱼头的部分呢，我们一点一点的刻画，不要一下画的太多太宽，这样不好控制。我们继续把鱼头呢再调整一下，下面呢，我们把这个鱼头这个嘴部呢也画一下，注意留一条这个水线。把鱼的嘴呢，这两侧也给它染一下，再加深一点。这些小细节的部分呢，我们也给它再加深一次。好，这个鱼头的部分呢，就差不多了。我们呢，准备画这个。
这个鳞片的部分呢，我们还是采用刚刚一样的画法，交叉式染法，将一排一排的染。这一排干了以后，等一下再画交叉的一排。注意染的时候呢，我们靠这个肚皮白色这边呢，尽量染的不要太多，稍微留一点点可以，就是说不要染的太靠边缘了，像左下边这个白肚皮的地方。同学们，这一步呢，这个染法呢都是一样的，采用这个一排一排的这种染法来染这个鱼的鳞片。这个一排一排染完以后呢，干了以后再染这个另外方向的一排。这一部分呢，因为我们刚刚上一条鱼已经示范过了，所以我们这条鱼呢就不全部示范了，由于这个时间关系啊。好，这一步呢，我们就画到这里。后边一排呢，我们就不一一示范了，都是一样的画法。就刚刚说了，这一排全部画完以后，另外方向的一排也这样画一遍就可以了。注意这个肚皮左下角的白，尽量给它要留出来。好，这一步呢，我们就先画到这。好，大家看一下这一步完成的效果。同学们，下节课再见。